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a， 今天又是我介绍楼盘的时间了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何文田一个大型的屋苑，叫做浩田，它由九栋大厦组成，一共1429户，有一房、两房、三房、四房，它这是校区房，在附近有十几座小学、大学，还有中学。我们到楼上去看看好吗？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呢是浩田三座的一个低层一单位，865尺，三房一套，有工人房。最特别是它的楼顶高，而且呢所有的房间和厅都是向东的，景观十分之开阳，而且绿油油的，十分之美丽，大家慢慢欣赏一下好吗？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100多尺的主人房，楼底够高，而且又有衣柜位，就算摆一个轻塞式的那个双人床也可三边下床，而且又有露台，外边的景观也十分之漂亮，对吧？你可以好好休息。你喜欢这样的单位吗？喜欢的话记得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是 Justina。